下来这个最新现场则是带您看到国民党秘书长也在今天进行交接，由马英九总统亲自见证。那么从廖劳宇的手中交棒给了新任的国民党秘书长林中森。那么林中森说自己会全力以赴，而廖劳宇现在传出我可能是会转任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，但廖劳宇很低调，他说接下来自己要先好好休息一阵子，未来的事他不方便发言。